号，于正通过微博发布了李莫愁的饰演者张馨予的造型，头发系上两条长长的白发带，有观众称像哪吒，更有观众认为此造型胜过了陈妍希饰演的小龙女，而陈晓版杨过的造型也随之曝光。不过眼尖的观众指出，这个杨过的造型很像电视剧版《仙剑奇侠传》中的李逍遥和景天，更有消息称新神雕找的正是电视剧版《仙剑》的造型师。